参加义是因为我想多写一些关于我故乡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自己立大志，在故乡立，希望我以后可以写故乡的故乡这样故乡事。最直接感觉其实就是，其实都很日常作息啊。比如说像我，平常在以前我家后面是田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很多的蛙叫啊、虫叫，然后就觉得睡觉就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些虫叫啊、蛙叫这样的声音，觉得这才是一个，这才叫睡觉的一个感觉。回到台北之后，这些感觉都不见了。然后我住在八楼。其实还是可以听到楼下有些喇叭声音啊，会有人叫，有人那个
还有人喝醉在那边吵架，谁都听得很清楚。反正就大概讲一些感觉吧，包括说像白天在台北其实比较闷热嘛，那我在苗栗是三层嘛，其实跟台东或花莲的地方感觉蛮像，就可以你可以吹到那个自然风。那我大概就讲一些一些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感觉。好，下一首歌叫《神经》。Thank you.
谢谢。